甘，嗯，我跟你讲，简州已经成功策反庄脚啊，我嘛摕到一部分的行贿名单啊，是吗？哦，水啦！有这个行贿名单哦，跟这个金流账册哦，安尼合起啊，所有贿选的有关的人哦，都亲像肉粽安尼一关，几关都会当抓起啊，爽！无唔对，咱调查这个贿选案已经遐尼啊久啊，总算是有一挂成绩啊。哦，水啦水啦，这届破案的绩效奖金哦都透懂啊。哎，杨小东，你也请哦，我两份鸡排，两杯迄个珍珠奶茶就好啊哦。哎，为什么是我请你啊？拜托的，啊，这个专案是挂你的名呢，而且绩效奖金一定是你比我比较济啊，不是你才是想请。喂，唔爱，哎，你莫当生，我跟你讲不得要啊，你今日。喂，燕兵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小东，我今嘛伫你的附近都无闲耍，啊，中昼刚要做伙食饭。歹势啦，我拄仔好咧无闲，无时间陪你食饭。啊，不过今嘛巴肚嘛足枵的呢。嗯，阮等下要叫外送。那呢，你想要食啥？我想要食寿司。我知影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啊？喂，彦斌。那话拢无讲清楚就挂掉啊。喂，彦斌。那拢无讲清楚就挂掉啊！阿娘，喂，我嫁不回啦！杨小东，我认识你这久啊，唔捌听过你安尼讲电话啦！你老实讲，你今嘛是不是甲罗彦斌的交往？关你什么事代？唔爱。你是创啥啦？你敢知这么多高级寿司哦？我第一次看过啊！哦，够感动的啊，马上就要订了。这的高级寿司等于我一礼拜的薪水呢。彦斌，你买遐多，我哪吃会完啊？我都唔知影你介意吃啥物口味的，我都全部拢甲买起来，总有一项是你爱吃的啊。这是男朋友的爱心呢，你莫烦恼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若食袂落啊，这我处理 ，OK 的。阿甘警官，那咧以后我会保护女朋友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东，来，你坐。你哪看公文？我饲你食。来，来啊。那食无够吼，我过来去买。娘子，你要搞到你猪猪的吃耶？哥，我是变大口，怎么看？想讲诶，就准哥你变做小猪猪哦，你伫我的心目中嘛是上水的女朋友。哦，拜托诶，等恁两个是咧搬倒一出来啊？爱情偶像剧哦？哦，恁两个爱情闪电哦，我心到我目睭强要青明啊啦！哦。你看啦，彦斌。好啦，我阁有其他代志，先来去无用，先安尼啦，吼。麻烦你啊。没啦，多谢多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娘喂，拜拜拜拜。哇，杨小东，哦，我够欣赏你诶呢，像你这种男人婆，嘛有一个高富帅做男朋友，我靠命食饭诶呢。我嘛足想要爱有一个白富美做我女朋友。食你物件，卖废话啊！哦，太差劲！哦，下着急。哎呀！喂，嘿，我是。啊？你讲啥？海西镇出美里长的凶手？弃保潜逃，一趟啊出去，当时啊到位啊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迄个工人，那乡人要走路啊，咱先甲副处讲。好，先聊，再搁讲。嗯，好。都要啊。你敢有确定迄个工人今日是要为这个鱼缸偷渡出去？
放心啦，我的姓名和我的情报一向拢真准。伊今日暗时哦，都要坐趟啊出去。我甲伊讲，明明咱找一个所在避开，等到伊出现，随甲杀起来。好。当初迄个工人吼来自首的时阵，看起来是真心要悔改的。对村妹阿姨因兜的人嘛，看起来就亏欠的款。我想袂到这高保无偌久，尔就想要弃保潜逃，是怎个可？卡头想嘛，知影伊阿表现了，就想要悔改，安尼法官才有高保啊。拜托的，你做刑事犯尼久，敢讲拢唔知影？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人。啊，我就相信人性本善啊。人性本善呢，我跟你讲啊，人呐是有真正有真善美哦，都唔免咱警察啦。我跟你讲，这点哦，你爱改一下，无以后会吃亏。卖讲我学长无甲你提醒。好，卖个提示十点啊，有卖个我十点。来。敢是伊？哎，摸唔着，就是伊。阿凯，你先去后边报仇。好。小东啊，从今天开始哦，我未够叫你哦，美少女战士啊，爱叫你钢铁娘子。哎，受伤到安尼哦，连爱都无爱一下。哟，我无什么代志啊，阿干，你应该等去休困啊啦。没用啊，我陪你，你爸爸妈妈也未来咧。哎呦，小东，我破病怎么？哎呦，去爸爸咧，一定出钱吼。好，来来，爸爸给你笑笑吼。笑你个头啦，你卖个小东乌白叮当啦。医生，慢些慢些，我是杨小东的家属啊。啊，我小妹伤有严重无啊？到伊伤在骨头啊。放心，杨小姐只是单纯的皮肉伤，并无什么大问题。只要会记少时间再换药啊，等下再向对。好，多谢多谢多谢医生。多谢你。多谢。多谢。多谢。卖帮卖帮。啊，我唔敢啦。哎呦。小东，小东，啊，你安怎无？啊，手哪会包到安尼啦？医生怎讲？医生讲皮肉伤了，无紧啦。无代事就好啊。啊，干警官呐，到底是出什么任务？哪会让小东受伤啦？哎，都当的啊。实在哦，卖叫我警官啦，叫阿干就好啊，卖紧张啦。阮小东哦，就是要抓迄郑春梅里长凶杀案的凶手啦，啊，唔知安尼。你是讲之前去自首迄个人？对啊。啊，我收到线报哦，讲伊要坐趟啊出去啦。阮哦想讲找一个所在要甲断啦，想知影哦伊拒捕哦，啊唔则害小东安尼受伤。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吼，啊这个人哪只妖兽啊？都莫互你袂拄着，我拄着我绝对要歹看。对啊，这个人哦，真正我过分的啦，没人会好过。恁大家莫安尼啊紧张啦，啊恁看，我们是人好好伫遮，啊无代志啊。只是吼，无抓到迄个歹人，后摆吼，我绝对袂会走去。什么后摆？无后摆啊啦！小东啊，你已经受伤安尼，搁咧想吼要抓歹人的代志。哎呦，爸爸甲你拜托的啦，你敢会当吼参像吼一般的查某囡仔，爱找一一般的工课就好啊。莫安尼吼，爸爸为着你安尼吼受伤的代志，三不五时走来陪伊，我会得命呢。啊，我也无代志啊，就陪伴兄弟啊。你搁敢讲？顶届嘞，你为着要抓歹人，搁个规身躯拢乌青啦，啊，搁有顶届啦，你为着要抓歹人吼，你个脚吼去拐着，结果嘞拜几个月啦。哦，妈，你莫搁讲啊，迄拢过去的代志啊，吼。小东啊，你唔通哦，大概哦，拢当作哦，安尼无代志，迄是神明哦，甲咱保庇呢。啊，若万一哦，迄神明咧敲牌的代志，无伊来甲你救，你看要安怎啦？爸，你是讲啥？啊，这个了无唔对啦！你无可能见歹抓歹人，你这尔好运，敢那受到轻伤尔啦。身为你的男朋友，嘛无希望你继续做警察，一天到晚得受伤啊啦。卢彦斌，你来跟爸讲赶快话啦！
彦斌啊，你拄只讲了真好，我感觉吼，咱两个吼是英雄所见略同吼。啊，小东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恁男朋友嘛安尼讲啊，你若有闲哦，甲阮意见哦，小想一下啦。啊，恁两个是啥物时阵遐尔有默契？江兄，彦斌，我看阮爸应该是承认你是小东的男朋友啊。吼，你拄仔讲起来话，得分。哥，你莫伫遐滚双球啦！一摆吼，无料到海西春明阿姨迄个工人，我哩感觉足可惜啊。春明阿姨以前嘛是对我遮尼啊好，无论安怎吼，我一定抓到海西春明阿姨的凶手，查出真相。吼、彦斌啊，你甲看啦，小东真正讲袂纯正啦。爸，你莫阁讲啊啦，非得吼，我是无可能放弃做警察的。小东若是继续追查落去，一定会发现我甲这个代志有关联，我一定要阻止。